你好，有人打断我的魔刀。我说有人打断我的魔刀。喷哦，喷哦，喷哦！好，不要出来，不要说，随后说，你这么勇敢的吗？我在卡地形啊，看。天哪、啊！那里没有地形可以。不要哇、啊！哎、okay 欸，快跑啊！给我缩回去。又来了，舌头又来了。你不要再给我卡地形。天哪、啊！先闪再说。打下来！不能动，不行。你说哪一种的兽医？还有哪一个隐身兽医？哎、欸，那时候。HTT 好好玩，那时候我是先跟阿弟他们玩，嗯，对，然后等到他们都休息的时候才去找 HTT 他们玩，然后就全带着那边玩，好吧，哦、然后护士用地质学护士过来啊，那个帮我帮忙吃一下水水爆炸骨。然后他们就赶快，看快看不到我，我可以偷偷挖多一次矿，屌啊！起来就屌。像你们那时候问我为什么，哎，注意点，注意点，你不要打我了。我没打。哦，那时候是这样子。德头那时候问那个在玩 UHC， 教主，你为什么帮土啊？我不用木头或石头，低端。看哦，这分析给你们听。那时候人人几乎都是一个钻石搞或也搞富，嗯，然后一定会有，啊，一定挖石头挖木头比较快啊，并不会用去或铲子或是铲子啊，哎、欸，对吧？而且你看哦。他们用木头的话，你拿斧头，因为头伤害高，而且你用木头斧的话，那他就根本不用换武器啦。啊，哎，就可以直接衔接上去。火火火！我烧。喂。喂。外套好玩吗？你的比较好玩。哈哈哈，他多好笑 ！DC 就看到你在玩学长的外套、欸，然后呢？我就要猜说你到底在玩什么。啊！我飞回来啦！我又飞回来了！飞过去又飞回来，看来六个就是内力内功里面飞回来。你是不是跟人家对内力各输了、啊？被内推，来飞回去喽！啊，冲过来喽！通常推内对输的时候不都被石头击飞吗？石头，等下吃光，没了。你们在啥？我来磨刀一下。我还在开台，你都现在都不看我的台了。啊，真的？现在都现在，哎，刚刚说我的比较好玩，哦，一个人看到了，我们都看到了。在约会。来跟白起，我没有，没有。他打给你，你接不接？他找你看 GP， 你看不看？接都接，接都接，看都看。他找你吃甜的圈，吃，好吃，好夸张。哎、欸，滚一圈就打断了。倒跑了，大家去那个。哎呦，瘴气！在哪里？这里呀、啊。行，我回家喽。你回家，你回家。崇拜。
脱离这区就没事了，回家。好像是不是跑回来了？哎、欸，跑回来了。确定。跑不掉了啦！你有那个吗？跑回来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把他带来了，把他带来，舌头爬，舌头爬上去，舌头爬。我在上面磨刀等你们，然后在这里跟他耗，好，你要耗，我以为你走了嘞，我不然就跟他们跟他继续耗了。我刚问你啊，说他怎么又跑回来？刚才在这里、啊。哎、欸，兔子，我问你哦、喔，还在吗？他关门，他去，我在他去听，他在听白起的语音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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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再讲白起了，快死了！快死了！舌头，舌头，舌头，舌头。等一下，你在哪里啊？为什么我看不到你的光标？死了，你死了是这个嘛？这个是个舌，不是舌头，你还在我们家那边？对，他还在营地附近。没有、啊，因为我刚刚听到你叫我撤退，我以为你要你们还在补啊。不是啊，你们刚刚地都撤退，然后那个杰涛说他还在磨刀啊，我说哦，你们还没看到啊，都我的错。所以你要问我什么？白起，请你吃茶碗蒸，你吃不？他会帮我吃，他不会勉强我吃。我去捡一下中火，有点烧、啊。那白起哪天感冒说他想吃茶碗蒸，他咬不动，请你。咬碎帮他，你要不要？茶碗蒸太软，他吃不动，他还要更软。什么狗屁？他还要更软。不会有这种事。学长喂嘞，你这群家伙，我要飞了，起飞了，嘴炮。啊！我只在装钱而已。干话蛮多的，没你多啦。耐力，嘴爆炸菇。真的有你多的，真的有你多的话，那也是你才能。嘴爆炸菇。谢谢。白卡了。过了，要回去了。拜拜，要炸？你先过去吧。啊，对啊。你们要回去拿东西还是不用？我刚拿完。把茶碗蒸所有的料倒成。不用。走走走。反正快死了。嚯！哎、欸，为什么这样还死？哟，水好烫哦。水里有烫吗？没理由，你好烫哦！没理，没理。啊，我要去洗澡睡觉了。啊，白起等你。叫什么死啊？我要死啊！好烫啊！我嘴好被晕啊！舌头不要停！我好晕！我点水好烫，我好晕！他来扑我啦！我去补，去补。疯啊！这水温真热啊！波尔多好热哦，开了啦！啊，这次白卡了。天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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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那我等一下。没有吧？啊，刚刚看不懂的啦，我要解释一下。看这个水，踩进去。看、啊、我血在扣呢，然后我刚人在上面晕，然后被龙撞进热热的水，好、哦、我自己喝，你就自己喝，我大不了等一下还你嘛，但是可以给你东西吗？我等一下给你水，啊，出半爆头了，先。
痛，这个没有爆痛，我补你一口就是要浪费我的。哎、欸，我把那个好了，把那个被捕的改成啊，我就在浪费你的水。嗯，为什么有打消的那个特效？把他们死。是，两枚，两只脚。但是我现在有事，痛。那我是要负责放东西跑的动物。好了，那我放了。没人了吗？等一下啦，你都不。夜猫说他没有啊。啊，这头有吗？没有吧。没有的话，我就是爆了。嗯。把这场打完，要跑啦！他不给我跑，好烫啊！这水，不要浪费舌头的水，他会生。不是，他在吼啊！我怎么跑啊？上来啊！那上来打！哇！靠你们转身意，现在赶快穿哦，都很容易死不败哦。比如说啊，比如说现在，死你！跟泡太久会，这已经不是温泉了，在泡硫酸了。而是他那个他角色的被累积晕眩值太高了，所以直接晕眩。刚刚被龙搞到晕，然后就是站在上面，好花好运，哇，都是翅膀。三个翅膀，一个鳞片，大家今天到这啦，感谢两个璀璨水晶，晚安，晚安，白起爱我，猫，哇塞，这个锅，白起约你去泡温泉，标题就下这个了。白起，你泡温泉，你泡不泡？就靠泡不泡？都泡都泡，又一颗荣誉了，买宝玉了。强弹呢？可是我要散弹啊，大哥。啊，拜拜，拜拜。欧鲁的龙脉石，我说。所以我说了我的散弹痛极中终于